一直以来，我都打算，只要我回到泰国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你。我真的很开心，你能给我回信。嗯，我也很开心。但是我有话想要告诉你。听好，为了让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你必须要告诉他你去英国留学，然后估计再也不会回来见到他了，知道吗？ 我正要去外国留学了。你要去留学吗？嗯，是的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？嗯，明天。明天？啊，我知道很突然，但是我也不打算我们见面的时候告诉你的。但是我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了。 既然这样，我先走了。先等一下，让我送你吧。没关系，我开车来的。你手机给我一下。你要来做什么？加一下联系方式，这样你去了国外，我们还可以保持联系。好了，加好了，备注是卡文。 如果你有什么事，你一定要马上告诉我，我会第一个去找你的。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轮到我保护你了。我找到你了。 不会再让你消失了。